就是玉镇博物馆哦，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呢，7月11号10:23所拍的是嘉义旧监狱哦，嘉义的旧监狱，然后是玉镇博物馆，然后是国定古迹，对吧？然后真的是还蛮感动的啊，能够看到我喜欢的地方，以及对我来说生活，不管生活历史所有的意义，对吧？哎，你们个超级好的阿姨，还希望你们去多找她聊天。对啊，那个阿姨真的人还蛮感动的，但是对我做了很详细的介绍的，对吧？对我这个历史铁道你来讲真的很赞，对吧？好啦，我要赶快去北门或者那个了，如果喜欢片跟妈妈们多多点我们的地方片，10:24，7月11号再见，拜拜。